好软哦。Hello， 今天在我们家。对。好，在那个 KT 的粉丝团哈，来各位朋友大家早安。经理哈，今天要介绍的车款呢是现在市场上算销售的很夯的一些小型的休旅。那这一台车哈，或者是Honda 的 HR-V， 或者是尼桑的 Kick， 这些都是小型车里面。又加上休旅，所以很受到现在市场上的欢迎。那这台车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哈，很喜欢这台车，因为这台车它的毕竟是当然了哈，如果比较许可的话，很多女生都会喜欢那个Mini Cooper。但 Mini Cooper 它毕竟啊，平常养护起来的费用会比较高，日系车维修起来的费用还是比较平价一点点哈。那它的当然妥善率。也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哈。那它这个小车的话，它的底盘架构啊，跟马自达三有局部零件是共用的，但是小车嘛，所以它的后面的悬吊系统就改跟四代哦，跟四代的马自达三一样是陀翼臂的系统。那四代马三之前的三代、二代、一代啊，后方都是多连杆的，改了四代之后，后方才是跟这个一样都是陀翼臂的系统。C3 的后面就是陀翼臂的系统，那它的阻尼设定的话，还是一样啦，日系车就是比较舒适一点点嘛，哈，所以它的弹簧，这个是后方的弹簧哈，它的弹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凸点？这个凸点呢、啊、是在让它橡皮有一个方向性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上方橡皮，上方橡皮的话是不需要沿用，下方的话这个车它下方没有橡皮，只有一个塑胶垫，好，所以它靠塑胶垫的话。框住弹簧 ，KT 的配置的话，这一台车的车重大概1200多公斤。KT 的配置前面是5公斤的弹簧，后方的话是3公斤哈。这个应该在蛮久之前有设计变更过，所以会更加舒适一点点。这个是后方的弹簧，那这个是后方的桶身，后方上座像这样的设计啊哈，大概在最近8年10年左右。避震器后方的话，大概都是这样设计。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？不用再拆内装，拆那个两颗螺丝，因为这个螺丝是从车底由下往上锁，所以不需要再拆内装。哦，从车底直接就可以拆除这两个螺丝，所以这台的拆装其实也还蛮简单的啦。尤其前面上座啊，小车通常它的上座都会在前挡玻璃下方，但 C3 没有，它的避震器的话比较偏向车头，所以拆内装。都不用，好，还拆避震器的话很方便。这个阻尼还蛮舒适的，还蛮舒适的。所以这台车的重点哈，应该会落在后方的弹簧跟阻尼了。啊，一般前面的话，它一样是跟马自达三 C5 哈，都是共用一个底盘架构系统。所以像这个上座的零件是共用的，这个车轴板就不共用。这个是 C3所专用的规格哈，所以前面的话 ，KT 的配置是配置5公斤。那这台车的算是2018年小改款之后，所以车主有告诉经理说，这个车色叫混动红是需要加价的，而且是有电子手刹车的版本。好，好，这个是前面的部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方好了哈。后方的话，安装像这个的话，有一个特别的重点哈，就是它的后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，所以弹簧的部分的话，千万啊。不能预载过多哈，后方弹簧一旦预载过多，那这台车铁定会很弹跳，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那上座的话 ，KT 有附一个新品哈，上座在这里，上座的下方这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旋钮，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后面的软硬度的，一共有30段哦，30段的软硬可以调整。那今天车主的要求啊。他不太希望降车高，哦，大概能够接近原厂的车高。好，那这个后方拖曳臂的系统也不用改什么，仰角调整器哈，直接它的结构上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哈。好，那刚刚说的预载的部分，这里呀，这个后方的避震器，它调长调短车高是不会改变的，后方的桶身调长调短是来取决后面弹簧的预载时。如果经理把桶身调得很短，那它的弹簧压缩住了，一般路面不平整时候的回馈就会比较直接，就没有那么好做。好，所以拖曳臂的系统请特别注意一下，弹簧啊不要预载过多了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部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前方，
前方的话，这个零件哈都是这台车所专用的规格，像这里有，这个是卡钳的油管、刹车油管、刹车油管固定架，就是原厂的一样的位置。ABS 感应线有两个扣具，这里有两个固定点。然后这个离载栓的话是一样用原厂的离载栓规格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改可调式的啦，或者是改短。那前面这条弹簧 KT 的话才配是五公斤，小车专用的五公斤的弹簧。上座的话就是在这里哈，一般呢、啊、小车的话，它会把塔顶，这个座舱的话往前挪，所以塔顶的话通常会在这个的下方，所以它拆装上的话就会比较繁琐一点点。但其他三的话很简单哈，就直接三颗螺丝在这里就可以拆装得到了。那这里有一个 KT 的旋钮，这个旋钮是在调整前面的软硬度的。好，软硬度的话从这里来做调整。那前方的车高怎么调整？前方的车高是从这里个银色的托盘哈，我们把托盘啊往逆时针的方向把它旋松，旋松之后，这整个的避震器啊可以调长，也可以调短。如果调长，它的车高就变高；如果缩短，它的车高就变低哈。所以它的车高可以调整的，软硬度的话也可以调整。那像这一台车的话，一模一样的车款。我们厂里并没有这台的试乘车，可是有相近底盘相近的车款啊，可以提供给各位来做试乘。如果啦，有想要试乘啊，或者是有想要了解更多的产品，细节的话，都可以私讯我们小编。好，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